在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富井镇外环路上，一辆辆联合收割机和大马力拖拉机整齐排列，当地农机部门组织的送安全技术下乡活动正在进行。富井镇九里村村民崔家鹏：也不用跑太远了，就在家门口，这个形式比普通的快，更加方便我们这个。